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文字讨好症？看到小杨跟姨姨买了都热搜了吗？没。这样回一个字都会显得我好冷漠啊！再加一个博浪。没。快去看，快去看，他好赚钱啊！好。就发一个字，他会不会觉得是我不想理他呀？好的。好正式啊，这跟老板发的一样，一看就感觉这个人很无趣。好的。这样才感觉我是个有意思的人吗？又能体现我是积极的、快乐的看上去。真希望我以后也能这样报复，或者我闺蜜报复也行。怎么回呢？你肯定得报复，回得好古板，而且有点敷衍，这样他会不会误解为我不想跟他聊天啊？哈哈哈哈，你肯定能报复的啦，博浪，这简直就是个万能剂。借你吉言啦，你也会的。谢谢。哎呀，这样会不会感觉我当我的蟹一样？加个语气词吧。谢谢啦。再加个表情。给他个表情包。客气啥？没啥可说的。要不要开始新话题啊？可是我现在不想聊天。